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什米道。那么稍早官方抛出了这次一拳超人合作的 PV， 从这个 PV 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合作资讯哦。好，那首先这次的合作是一个短合作，只有为期三周。那这三周里面呢，会推出一个全新的抽卡机，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趴大奖奇遇老师的卡面哦。当然也有二奖的部分，包含是杰诺斯以及另外一个二奖，也就是我们战力的龙卷，没错，大家最期待的卡片。那小奖的部分呢，这边可以看到有无照骑士啦，甚至还有吹雪，还有银牙。那这边还能看到有 King 的存在哦，所以小奖也是令人期待。那最后这是应该是梦魇级吧，波罗斯哦，这个一个 boss。好，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一拳超人的一个特效啦。好，那这次的合作呢，大家最期待还有什么角色会推出呢？都可以在这部影片底下留下你的看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合作的全新情报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按钮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推出各种关于合作的新情报给大家。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